主打商务型男客层的日本西服品牌，在优雅、稳重、挺拔的风格形貌中，也不断思考注入年轻时尚元素，从色彩搭配、服装面料、做技术、休闲装束的机能性表现，即是品牌循序调整的方式。2018春夏系列也总合著埃莱甘斯优雅主题，在商务西服与休闲日装上添上淡然雅致气息。当中莫比尔系列是针对商务出差旅人而全新推出，以搭配和收纳的需求出发，设计着重轻巧、防泼水、不易皱等实用功能。款式包括防水的形状记忆针织外套、轻薄防水休闲上衣、抗菌棉质长裤和抗 UV 棉质波洛衫等休闲设计，剪裁修身也兼顾柔软和透气度。而以品牌独家研发蒙索散热技术做的布料，则是夏季户外漫游的穿衣优选。RBAN 也提出便服与西装混搭的建议，如西装搭配白色圆领 T 恤、运动鞋，穿出优雅的休闲感。西装定服务也是品牌常年经营项目，鼓励男士为心目中的西装选择合适的剪裁和面料，量身、选布、试款型，整个制作过程则100%在日本进行，需时约四周。一套西装外套与长裤定制价格依选料不同约落在5-6万元，品牌并已获得日本政府 J 奎尔蒂认证为傲，也推出 J 奎尔蒂认证标服饰，代表著作诚信，物有所值的肯定意义。邱黎莹台北报道。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爱马仕东吞 LV 肥约第一波广告，可美了。六月套阿迪达斯变学生妹邱老公讨42岁礼，2018春夏系列品牌提供 AN 2018春夏系列品牌提供2018春夏系列品牌提供2018春夏系列品牌提供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。